母的，我们家现在也还没有小孩，抱一个回来就算当作是做件好事啊。又不是我的，凭什么要我养啊？可怜可怜谁可怜我，你看我这个小孩子都没人照顾了，你不在家照顾，你都不抱这个小孩子回来照顾。我嫁过来我是嫁给他，又不是嫁给他这个傻瓜，他那么傻让他娶个老婆照顾他不行吗？天天让我照顾，那我们两个人也要过生活啊，你也是的，怎么那么不争气？反正我不管，我听我妈的。你姚明回来现在什么事都做不了了，要生就跟我儿子生嘛。我跟他生那他不行了要怎么样？哎呀，老是怨我怨我，怎么怪你的肚子不行？怪你肚子，怎么老是怨别人不检点一下？哎呀，你滚，赶紧滚，滚去哪里？我都嫁给你家这么久了，儿子回去，不要管他。好吧，离婚证都办了，还赖在这里。回去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可怜啊？滚啦！你还哭你还哭，你滚不滚？不哭了不哭了，我走。你自己都不争气，说我儿子问题。怎么嫁了这种家庭啊？哎呀，赵美女，你哭什么啊？三叔公怎么进吗？被赶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这个小孩我见他再可怜了，在外面我就把他抱回来，我家这里五年他说我生不出一个蛋，那我去外面抱个小孩回来他们也嫌弃我，说这是野种，你看长得那么可爱他们还嫌弃。那么可爱的小孩，哎呀，其实他们家里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吧。没有小孩也说不准不是你的问题，你看他家大飞天天去打麻将，天天喝酒，是吧？说也不听。哎呀，那你现在怎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都没地方住了。哎呀，做小孩真的是太可爱了。那要不然就这样死了，去我家住了。去你家呀？这怎么行？哎，怎么不行？我那个儿子林孝现在也三十多了，哎，也还没有结婚，带一个拖油瓶啊，谁不嫌弃？哎呀，这个没事，这个没事的，我们一家人就喜欢孩子，真的。孩子，嗯，以后你们也可以再生，这个我们反正也把亲生一样来看待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先去看一下吧。反正你知道我们家也，你不嫌弃，人家儿子会嫌弃。没事的，我儿子跟我性格差不多的。他也很喜欢小孩的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们还可以再生了吗？这个就算多一个，也没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我走吧。啊，那先去看一下我儿子什么意思吧。好。哦，多可爱这个小孩，过来过来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叫我儿子出来。林孝，林孝，哎，出来一下。听话。哎呀。你看金花进来，我带金花过来了，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那个小金渣，哎呀，你知道他一家人都是那种封建思想，是吧？老是怨金花没有小孩生。本来你家的大飞经常夜不归宿的，要去打麻将又老是喝酒，说不准是金那个大飞的问题。就今天不是金花喜欢小孩，看到外面人家抛弃了这个小孩，他要抱回来，见他太可爱了，我不忍心。他老妈就骂他了，把他赶出来了，要离婚了。这样子啊？哎呀，他们那家人呢，我早就见过了。就是嘛，反正我刚才我觉得金花人也比较好，反正这个小孩，这么有爱心，嗯，是啊，是不是？要不我就走吧？哎呀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什么不好意思？对呀。是吧？金花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啊，28了。28，你也33了，也合适了。对对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也可以接纳这个孩子。是啊，然后我们一起把他抚养长大。可是话老是这样子说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没事，你也知道我们的为人，你知道我老爸的为人，你就知道我的为人，啊，对吧？是。反正我们都喜欢小孩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再生，是不是？是。反正做个人。
但我们是听章的，一样看待。我们家那个思想肯定不会像他们家那种思想，啊、真的不会嫌弃这个。我会怎么会呢？我都不会叫你过来了。哎呀，那反正我那个证也离了，那我们明天就把证办了吧。可以啊，还是这样子，明天你就一大早你就跟他去把那个证办了。对呀、啊，让他也要好放心，是吧？这样子我就会有安全感，对呀、啊，保障一点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行吧，先我们进去，先搞点吃的吧。老爸去那边捉个鸡来。这里面那个我关了两个在里面。好、哦，来，进去，我们杀个鸡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去散散步啊、哦！那反正我们也要搬去县城了，不来这里。哎呀，金花，哎呀，又捡了一个的拖油瓶啊！这不是捡的，这是我们生的。你能生小孩？你看不起谁呀、啊？哎呀，肯定要去哪里捡的这种人。就你怎么说话？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，怎么捡呢？我跟你说，他跟我儿子五年了都没小孩生，怎么一跟你就有小孩生？那是你儿子的问题。肯定是他要去外面抱了野种。你这个乱说话，算了，我们不理你。反正我也不在这里住了，我们要去搬去县城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在这里住你们家这个房子吧。走吧，谢谢你，别拉我来。哎呀。你干嘛？真的是？哎，老妈，跟他床。哎呀，别碰我！你不要拉我老婆。你老婆啊？是啊，我们证都领了，已经领证了。怎么你现在跟林少在一起啊？怎么的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两个小孩不是之前抱养了一个吗？抱养那个是在这里，这个是我们亲生的。那不是？你看多可爱。是亲生啊，对呀、啊，上脚来呀、啊！你不要碰我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！这个儿子，你的冤！哎呦，这个儿子是不是我家大飞的？怎么是你家大飞的？你怎么说话？你们都离婚两年，还是你家大飞的？你长得好像白白胖胖的。不是，当初你那么狠心抛弃我，哎呀，现在我对不起你啊，金花！对不起有什么用？老妈当时心狠呐、啊，对不起你啊！现在原谅我吧，跟我们回家吧。你放手！哎呦，怎么跟你回家？你金光，别走，跟我们复合吧，好不好？复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当初你那么狠心抛弃我，你也那么一点爱心都没有，我去抱个回来，你们也不愿意，还让我天天照顾你们家那个傻弟弟。嗯、算了，我们的缘分到此结束了。金光，别乱碰我老婆。走吧，以后我也不会在这里生活了。不一样，金光，别走，别走，啊、你看我打你们信不信？过来，找到我小孩的人、嗯，都怪你呀、啊，老妈，真的是，你非要赶金光走，现在好了。后悔莫及了，走了回家了。你同意叫人家介绍过一个给我，我不管。哎呀，我又没钱，怎么介绍？